脚的情况，你想啊，来，大概跟老二差不多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表示伤势并不严重，好吧？你要大概两个礼拜，至少两个礼拜。韧带啊，应该不止，会痛到我受不了。会，不会，因为有点，已经有点怎么痛了？不是，还是没那么严重。就是跟以前扭伤的痛是差不多的。扭伤的痛是差不多的。那下礼拜关于下礼拜不能比赛，有没有要对，有没有要对顶替你上去踢前锋的人说的？那个不要踢太好了，这样才显示我的状态。